大家好，我是神农健身工坊的加松教练，那目前在神农健身工坊担任私人教练的部分。从事健身运动是我本身就是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毕业于体育系的学生，那后来比较密集的运动是为了要去参加健美比赛而开始从事更密集的训练。一开始在健身的时候，通常是经过了3个月的一个密集的训练跟规划，那慢慢的身体才有一些变化，那体态有一些改善。因为密集的去训练之后，你会更注意的你的饮食、你的作息，所以相对的对你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好处就是说，你可能每天都会很规律的睡眠啊，吃很健康的东西，那对你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神农健身操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那它包含了上半身，然后躯干、腹部、核心肌群跟你的下半身的训练。那不要觉得它是很轻松的一个训练哦，它其实对于你的肌力跟肌耐力的部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赶快下载完整版，持续做，你也可以。